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同一支队投手方威伦，我是职棒中华职棒14年加入同一支队，那也是2003年。我那时候进的时候，可能像谢长亨啊、谢总，还有曾志珍、陈正贤、罗敏清、黄甘霖。当然，以前还没进同一的时候，也有一些洋将，像王汉啊、贺亮德啊，这些都在我印象当中都很有名气的选手。这样，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以前那种在电视上看到的偶像，然后进来是都不太敢跟他们讲话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像谢长亨谢总他在带球队嘛，其实我很害怕，我不太敢跟他讲话这样。像 Seven 几乎就像自己家里的便利商店，最常应该还是一些日常生活上所用到的用品，然后可能像我去可能就买牛奶啊，那鸡蛋啊，那一些有时候家里厨房要用的东西，有时候临时要用到的时候，还是出去用走路就到了这样子。感谢球迷，这么热爱棒球，那一路上中华职棒到现在25年了，那谢谢各位球迷的支持，那非常感谢你们，感恩，谢谢。